啾啾可是一位不一般的朋友。林黛玉。哦，啾啾是什么？名字好奇怪呀、啊！嘿，土豆，你是个了不起的恶作剧，是不是？林黛玉，你看我这照相机都在送啊。什么叫做天天地地呀、啊？不是天天地地，是天经地义。反正小怪没有办法像图图那样对啾啾。那小怪就让。照相喽，抓羊了不折起哦。大的的的的。星星的眼睛眨一眨，月亮好，好妈妈，星星好，好娃娃。娃娃对，对，爸爸的记性真好。春天，这什么字啊？春天来了，下雨下雨了。小，一直刚写的大小了，小。小雨小雨沙沙。刷刷。刷刷。小风小风沙沙，小河小河花花，小鸟小鸟飞飞，喳喳喳喳，秋天。哎，不要喊我们去吃妈妈那边坑坑，太冷了。妈妈那边去，妈妈。我打开。咦，喊妈妈带你去到电站洗澡，妈妈说有小安的飞机了。练练是怎么又抢？嗯，乖仔，今天非常乖啊！啊，把放下。没，我都紧紧咬开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那个。那、啊、那你念。是气球，红气球，黄气球，黄气球，绿气球，下垂小蝌蚪，蓝天上面有。对。一大一岁。一。一大一岁，不是大一岁，新年好，大一岁，新年好，我是布娃娃，一顶小红帽，布娃娃，咪咪线，伸手让我抱，哎呀呀，不抱不抱，我们都长大一岁，你也知，你呀。你呀不知知不知道，爸爸，我给你猜，重新念第几个？你都念错了。我给你猜这个，是这一幅、哎，好，这一幅。今天晚上发烧，搞得我夜都没睡好。十一嘞，好，十一快点。你念嘛？你念。我又没学过，我没念。你念一遍。你都瘦了一点了，再。今天我都是昨天开始，前天我发烧。小雨小雨刷刷，小风小风沙沙，小河小河哇哇，小鸟小鸟喳喳。慢慢的要读的生动一点，妈妈讲不是在念课文。十一是念什么？我该洗澡。苹果糖，面包树。今天婆婆要来，在。怎么了？婆婆来。我也要看。看妈妈，妈妈好嘞。嗯，我今天来打牌啊。妈妈洗澡都好，你打牌啊。啊。好。来，拿下来了，看我摔没？妈妈。要把你的过年的贵州去吗？贵州去吃糖。哎，就给那个吃糖啊。嗯，是吗？看。你准备了吃糖。鸡袋鼠，袋鼠妈妈有个袋弟弟，当的乖乖。爱爱妈妈和乖乖相知又相爱。嗯，妈妈。念第三个是什么？记得到没？背得到没？早就的了。那你背嘛。梁玉。
三飞机，爸爸的双手，娃娃的飞机，飞下来，坐上去。哎，旁边两个必须飞来。坐上去，有钱。我们两个在看电视，在玩好吗？第八个是什么？杨宇。完了。第八个是什么？太阳公公。妈妈，妈妈叫我来干啥啊？看好久，我这搭下来哦。看。看好久，我等你看好久，看。好。咱们。妈妈看。手猴。哒哒哒哒哒。你怎么没量我啊，杨亮哥？妈的，等我。你怎么学讲批发了呢？你怎么讲批发嘛？妈妈等的啊。等呢。怎么讲妈的呢？我不讲妈的。妈妈听见你讲了，下次改正啊。快点，太阳公公。